却白头又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，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？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？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避开家天尽休。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立马震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？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？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。与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兽还能免疫地象阵啊？嗯，天龙墓是我族重地，设置了许多地象陷阱，想要平安进入必须要有夜明兽，而且族人们还会相互攻击，有不同的人马来进地。没错，我们不死天龙族的八脉传人都会在不同时间进入禁地取弹，这本就是对传人的考验，所以古太少爷才处处针对我们小姐。如果是哥哥，这些都不是问题了，他还在就好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天龙族还有高手。玄姐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挑一挑，才能决定成为谁的贵客？刚刚有点草率了呀。我乃天龙族主脉传承人，而且我最先取出了天龙蛋，肯定不弱于其他人的，没有比我更好的选择。你呀、又在捉弄小姑娘。我是在帮她转换心情，她刚才可都快哭了。顾小姐，你说是吧？谁哭了？我可是古之云，将来要撑起天龙族的人。有志气，我的眼光向来很好，选择的人从不会差。嗯，我不会让你后悔的。想哭也没关系，女孩子的眼泪可是会变成珍珠的。金龙就在附近。烧蛋壳能召唤金龙？嗯，我们一族体内自带神元火种荒灵火，若他点燃蛋壳，能散发出金龙最熟悉的灵力，一定能引他过来。那只乱喷火的金龙可不像是会听话的乖宝宝。你看，他回来了。当初是小姐用荒灵火将他召唤出来的，他肯定也熟悉小姐的气息了。小金龙，来我这里，我带你回家。
寒冰融化了。难道他喷出的火是荒古圣火？那可是天龙化形后才能在体内复苏的顶级神元呢，他的天赋太惊人了。我们俩清醒点，他被黑暗星云腐蚀，斩杀他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可是他也是我们的族人。夜雨，你有办法吗？这小家伙或许还保留一丝神智，不如……既然两位美少女都开口了，谁让小爷是宇宙护花使者呢？喂，这个地步，这火看起来确实不凡，不过涅槃之火，小姐，太恐怖了，只是余波就能溶解寒冰，毁了所有地象陷阱。荒古圣火还差得远呢。有什么火能比得上你的涅槃之火？竟然能将涅槃之火修炼到顶尖水平，难怪你能打败荒古圣火。打败？我可都没用力。还能化形？小姐，不好，他去的是禁地方向。族内的天龙蛋都会在那里诞生，不能让他破坏禁地。走，雪颜姐，我们可不能落后吧？有谁能追上你的逍遥游呢？喂，别跑了，马上要撞墙了。没骗你吧？你别过来，你要杀我，我喷火烧你。谁烧谁？放心，我们是想帮你。是啊，我们是同族，你看我们有同样的神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只有这股黑暗力量才能保护我，你们都是骗子！不好，他启动了墓穴里的地象阵。焚化三千，你再用一次邪恶力量，必杀你。而复生，让你失望了，朕没那么容易死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臭小子真的活过来了。小仙儿，给我弄个武魂。这武魂都是异兽所化，说给你就给你。不疯魔不成活，这到底是什么武魂？力量竟然这么强悍。你的新武魂我很感兴趣。这就是武魂，有点意思。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加入我们，一起横渡星河，跨界一战。斜阳风。
风沙几度春秋，江山如画，蓦然红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对你牵挂怎放下，留心肝胆与